Hello 呀，姨们，我来了，我是麦麦。刚刚那一下是哥带着给你们表演我的雕像机技术呢。今天有好多话想说，都不知道从哪说起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哥每天都会在这个草丛尿尿？因为哥有一个咔嚓不好看删尿重拍了。因为哥有一个好朋友，他每天都会在这儿跟哥交流信息的。但是其实我俩从来没见过面，咔嚓！你们快看呀，麦麦飞起来了，厉害吧？嚓！陆子，你怎么了？我俩从来没见过面，但是我俩每天都在这个草坪上通过尿尿来的聊天的。哎，姨们，那你说我们这种叫什么友呀？你们人类那种叫网友，那你们说我这种叫什么友呀？我不想叫尿友，太不好听了。虽然我喜欢尿尿，但是我不想要这样叫。你们快点帮麦麦想一个名字，想一个好听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看没看我昨天发的帅照，帅不帅？你们就说帅不帅吧。是不是最开始都没认出来？麦麦啊，麦麦，我之前都跟你们说过，麦麦可是有两把刷子的，不止两把刷，有好多把咔嚓。妈呀，麦麦差点滑倒了，你们快扶我起来。但是哥从来不会天天炫耀自己帅气的外表，因为皮囊不是最重要的。哥是有去咔嚓，哎呀，有一个小蜜蜂吓死我了，把我相机都吓掉了。妈，快给我把相机给我，咔嚓，妈帮我记得帮我把这一段剪掉，刚那一点太不好看了，我咔嚓，我这是皱鼻子小妹。姨们，你们帮我看看，妈刚刚帮我把那段剪掉了吗？哎呀，妈在这帮我抠嘴皮了，妈你人还怪好嘞。这样子哥的嘴皮子好鼓呀。刚刚说到哪来着？哦对，哥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好看的皮囊，而是哥有趣的灵魂，你们感觉呢姨们？可是这两样哥都有。哎，怎么办呀姨们，哥两个都有。姨们，你们天看妹妹，天就是说喜欢妹妹爱妹妹，那你们给妹找姨父的时候能不能咔嚓？我的妈呀，我嘴皮子这么鼓，能不能标准高一点呀？按照麦麦的这个标准来找。那我看评论里面的姨跟麦麦说的，就那你找的姨夫光欺负你，光让你哭，那你找他干什么呀？我都不敢想，我要是惹陆子哭，麦麦是什么后果？而且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最主要的是因为哥根本就不愿意让陆子哭，陆子和妈开心了，哥才开心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为什么呢？原因非常简单，因为哥爱他们两个。姨，那你说，那你给麦麦找的姨夫老让你哭？那你就不能换一个不让你哭的吗？咔嚓，不是 Michael， 我也太自恋了，每天都有可多人夸哥帅，然后都发陆子的丑照，说陆子长得没有哥好看。可是你们看陆子自卑过吗？陆子根本在陆子身上根本不可能自卑的，那陆子这样的性格就会让身边的人更喜欢他，更爱他了，因为他是阳光开心的。